on Monday, November 28, 2016, at 9:38 a.m. Extension is 203. Not so brief communication. Yes, I have an employee that has not reported for work today, and highly unlike her. I've tried calling her home number, I've tried calling cell phone, and can't get a hold of her. What can we do about that? Can somebody go by and check on them? Yeah, do you know her address? It is 11434 Golden View Lane. And what is your name, ma'am? My name is Jennifer Whited. Okay, what's the employee's name? Lisa Guy. G-U-Y. Her husband's name is Joel. Do you know if she has any medical issues? No, I mean, she has high blood pressure, but that's all. I know that their house is for sale, and they are moving, and she is leaving our company, but that's supposed to be Friday, and this definitely isn't like her just not to show up.欢迎来到命案追踪。2016年11月28号，礼拜一，感恩节的周末刚过去 ，Knoxville 县警局就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这位名叫 Jennifer 的女子表示，自己的下属 Lisa 今天没有按时来上班。作为 Lisa 的朋友兼上级 ，Jennifer 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个礼拜将是 Lisa 辞职前的最后一周，同事们都准备了不少小礼物要送给 Lisa， 甚至连下班后的 party 都计划好了。但是 Lisa 非但没有出现，短信不回，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这种异常的表现让 Jennifer 深感不安。警方在接到电话后，派了就近的警员史蒂芬过去查看。史蒂芬在到达后发现 Lisa 家的草坪上还插着地产售卖的牌子，虽然有三辆车子停在车道上，但是 Lisa 家大门紧闭，敲了几次门也无人应答。史蒂芬警员认为家中可能没有人，于是没有多想就直接离开了。但是 Jennifer 对于警方的行动并不满意，于是又致电了县警局，希望可以再次派人过去查看。这次探员 Jeremy 带着一队警员来到了 Lisa 的家门外。 Jeremy 探员隔着门玻璃看到了地上有一些装满了东西的购物袋，他猜想应该是有人刚回家，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好，所以家里面应该是有人的。不过怎么敲门就是无人应答，此时的 Jeremy 心里划过了一丝不安，不放心的他绕到了后院。在翻过围栏之后， Jeremy 来到了后门。他注意到门虽然是从里面锁着的，但是后门的圆形把手不见了，于是他尝试着从这个空的把手处朝家里面张望。虽然并没有看到任何人，但是 Jeremy 明显感到整个屋子里的温度很高，而且他还闻到了一股说不上来的奇怪的味道。职业的敏感告诉他事情有些不对劲。通过搜索屋外的三辆车子，一名警员找到了车库门的遥控器。顺着车库，警员们打开了连接屋内的侧门。霎时间，一股热浪迎面而来，空气里混杂着一股难以言表的怪味。餐厅的桌子上竟然放着一把锤子，旁边的地上摆放着好几桶化学清洁药剂，厨房里散发着一股恶臭，灶台上一口炖锅还在煮着什么东西，灶台下的烤箱也在开着。餐桌这边放的不是食物，而是两把猎枪以及大量的弹药。
墙上的温度控制器显示家里的温度是90华氏度，也就是30多摄氏度。闷热的屋子伴着刺鼻的恶臭，让现场的探员们满头大汗。门口处三箱啤酒外加多个购物袋散落在地上，看上去买东西的人走得很匆忙，连有一些需要冷藏的食品都没来得及放入冰箱。探员们一连喊了几声都无人应答，除了几声狗叫之外，整个屋子出奇的寂静，现场的气氛也变得越发紧张起来。在看到了楼上散落的血迹之后，探员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来到二楼，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大桶的化学药片，一把带着血的剪刀，地上墙上到处都是血迹。来到主人房后，地上有一个大大的黑色帆布，几桶化学药剂，柜子上还留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一些财产金额，并且留言告诉我的孩子们我爱他们，签名是老乔尔。时间是2013年12月19日，看上去像是他去世前的遗言。在走进主人房的浴室之后，恐怖的一幕来了。巨大的塑料布上摆着一条长长的水管，水管的一端接在了淋浴上，而前面有两个巨大的蓝色的塑料桶，里面分别装着房子的主人老乔尔以及失踪的 Lisa。准确地说是他们的一部分，两人的四肢均被砍下塞进了蓝色塑料桶，并且用了大量化学药剂浸泡着，除了骨头之外，大部分肉体已经溶解成了液态。老乔尔的手被丢在了二楼的健身房的地上，而女主人 Lisa 的头部则消失不见。还记得楼下的炖锅吗？ Lisa 的头在里面煮了两天了。鉴识人员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完成了对现场的勘查，至此他们也对案发的过程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警方认为老乔尔是第一个受害者，第一现场是在楼上的健身房里，他身中42刀，全身有多处防御性伤口，死因是肺部、肝脏、肾脏等多器官被利器刺穿。女主人 Lisa 是第二个受害者，她身中31刀，凶手的力气很大，在行凶时下了狠手，使得 Lisa 的9根肋骨直接被斩断。和老乔尔一样，凶手在作案之后并没有着急离去，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清洁现场，之后用刀把两人分解，放入了两个蓝色的45加仑大的塑料容器中，并且试图用化学药片将它们彻底溶解。那么这对夫妇究竟是得罪了什么人？凶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加害他们呢？很快警方就有了头绪。2016年，时年55岁的 Lisa 在雅各布工程集团里担任出纳，她的丈夫61岁的老乔尔是一位管道工程师，负责设计地下管道的那种。老乔尔以前结过婚，和前妻育有3个女儿，在和 Lisa 结婚后，一家人五口过得非常幸福。1988年，老乔尔和 Lisa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小乔尔。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乔尔备受家人的宠爱。大学的时候，乔尔入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不过仅仅一个学期之后，他就换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学的是医学专业，并且打算在毕业之后做一名外科整形医生。不过乔尔性格有些内向，从小就和3个姐姐联系很少，在家里只和自己的妈妈 Lisa 关系密切。 Lisa 对乔尔也是很疼爱，为了支持儿子的学业，她找了工作，把自己的薪水留作儿子的大学学费，还给儿子在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公寓，租金和生活费都是老两口出的。2015年，时年已经27岁的乔尔都还从来没有工作过，一直都在学校里学习，但是由于成绩不佳无法毕业，他在2015年被迫从大学退学。回到家的他整天无所事事，并没有出去找工作，而是心安理得地做了一个啃老族。一年过后，2016年，61岁的老乔尔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也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他和 Lisa 计划着卖掉自己目前的房子，并且在田纳西州的 Kingsport 购买一处便宜的养老住宅，就此开始安享晚年。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乔尔。
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这个28岁的啃老族在家里待了一年之后依然没有出去找工作，不愿意自力更生。老乔尔和 Lisa 觉得不能再宠着他了，是时候让这个儿子独立了。于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他们告诉乔尔说，老两口准备退休，不会再对儿子进行财务上的支持，所以乔尔的生活费只能靠他自己想办法了。2016年的感恩节，老乔尔和 Lisa 邀请孩子们一起过来聚餐，这将是两位老人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感恩节。他们刚刚已经买好了退休的房子，希望在搬家之前，在这个充满回忆的老房子里最后和大家聚一聚。而这一顿看似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竟然成了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顿饭。我们回到案发现场，警方在家里的2楼发现了一个手提包，里面的一个笔记本里有人详细的写下了作案的整个流程和准备工作，比方说准备各种刀子，准备锤子敲碎骨头，准备绞肉机，准备消毒液溶解蛋白质，擦干血迹消除死亡时间的证据，处理掉两个人的身体，我的 DNA 已经在房子里了，把肉块冲去下水道，但是不能丢到垃圾桶，用水冲走物理证据，身体会给出离世时间，不在场证明。在另外一张标记为资产的纸上还详细写出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首先是他的人寿保险，应该是说 Lisa 价值50万美元，第二行甚至写道，当他不幸离世我会拿到所有的钱，这里的他应该说的是老乔尔。接下来和列出了两处房产的价值，最后还不忘分析下身体的结构组成，为了作案可谓是下了真功夫。毫不意外的，警方首先就怀疑到了家里的唯一的男丁乔尔。通过调取社区附近的监控，警方了解到 Lisa 最后一次被目击是在11月26号礼拜六下午的12点多，当时的她在沃尔玛超市里采购生活用品。3个小时后，同一家沃尔玛超市的监控显示， Lisa 的儿子28岁的乔尔也走进了超市，当时他的手部明显绑了纱布。来到超市的乔尔购买了药膏、绷带、医用酒精等急救用品，超市的收据显示他选择的是现金结账，时间是下午的3点35分。警方把一系列线索联系起来，很快就意识到乔尔是整个案件的关键所在。随着越来越多的监控视频被仔细检查，警方发现乔尔在案发之前早就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在案发的3周前，11月7号，乔尔去了 Ace Hardware 购买了硝酸和双氧水，同样选择自助结账付现金。18号去了 Home Depot 买了漂白剂、电缆延长线，19号去买了一把卡巴刀，21号去沃尔玛买了两个蓝色的大型塑料容器，也就是后来溶解父母用的那两个。11月23号，乔尔开车来到了父母的住处。11月24号，一家人在一起庆祝了感恩节，拍下了最后的照片。11月26号，在 Lisa 外出购物的时候，老乔尔在家手心被害。Lisa 回到家后，东西都还没有来得及放好，就被儿子叫去了楼上。警方对乔尔进行了通缉，通过追踪他的手机信号和车辆，案发的3天后，11月29号，警方就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附近的公寓里逮捕了乔尔。他的手部有多处刀伤，根据鉴定和现场的各种刀具造成的伤口形状吻合。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乔尔的车后备箱里竟然装着一大桶汽油以及一个油光锃亮的绞肉机。原来在案发的第二天，11月27号，乔尔带着伤离开了案发地 Knoxville， 并且驱车9个多小时来到了大学附近的学生诊所，专门去处理自己的伤口。探员们认为他这么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给自己提供一个不在场证明，因为高温造成的影响会使得法医对受害者的离世时间难以确定，他会借口在案发时自己不在现场，而是远在大学附近。第二，在大学附近就医，方便日后证明自己手部的伤不是在案发地 Knoxville 产生的，而是在大学附近。幸运的是，他的这种小聪明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这还要感谢 Lisa 的上级 Jennifer。 如果不是他坚定的两次要求警方过去检查，等两位受害者化成了液体的话，可能连法医都难以找到太多证据，
毕竟这个啃老族还真的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处理伤口的话，给乔尔再多一点时间，他可能会处理掉更多的证据，有可能会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不少麻烦。别忘了他的车后备箱里还买了一个新的绞肉机呢。在把父母分解之后，他一边开火慢炖，一边还买了绞肉机。你猜这个啃老族会不会真的是想啊去啃老吧？又或者他只是想学拔叔，做一个黑暗美食博主？2020年10月，乔尔站在了被告席，检方这边请出了乔尔的姐姐，她表示乔尔的作案动机或许和父母切断了他的经济支持有关。What were you aware about their future plans? We would celebrated my youngest son's birthday in October. It's October 28th, that weekend. They had said that they were retiring and that they were moving to Sigourneysville and that Joel Michael was going to find a job or need to find a job because they were no longer their money when they sat down and determined even down to the amount of beer that they drink a week and the amount of cigarettes that they have a week, what amount of money they would need, and that amount of money was what they had to retire. 法庭上看着检方出示的现场视频证据，乔尔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毫无悔意，反而一脸的轻松自在，就好像他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尔在法庭上一直强调自己手上的伤情，似乎在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I had some rather severe cuts on my hands. I had a cut on my right palm right here where there's a scar, and I was like a very severe cut on my left palm where there's a scar. I was worried about losing my left palm, and so I needed medical treatment. 乔尔甚至一度要求法官同意让他自己给自己辩护，理由是他想给自己争取死刑。不过法官却明确表示，因为州立检察官特地没有选择追求死刑判决，所以他这个做法官的也无能为力。说白了就是，即便你想死也没那么容易。经过了4天的庭审，陪审团花了仅仅3个小时就认定乔尔2个一级谋杀罪成立，2个损毁遗体罪成立。法官判处他2个无期徒刑分开执行，每一个无期徒刑都可以在51年后申请假释，在服刑102年之后还要再加上4年的损毁遗体罪，也就是说他至少需要服刑106年才可以申请假释。He certainly has evinced a sick and depraved mind. He's certainly not mentally ill. He knew exactly what he was doing. He didn't go about it in a very intelligent way. But in any event, I do think confinement.不过看上去乔尔并不怎么在意，整个庭审过程中他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不管警方在他眼前播放的是什么，不管家人亲戚如何声泪俱下的描述，他都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完全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没有一丝一毫的悔过。我觉得法官的话很有道理，有的人真就是恶魔，就算是关上500年也不能把他改造好。想想他的父亲一直供养他到28岁，他的母亲一直疼爱他，支持他的学业，付他的大学学费，而作为回报，这个畜生竟然把母亲的头拿去炖汤。而案发现场的桌子上明明就有2把步枪，他即便是为了保险金想要谋害父母，为什么不选择用枪，而是选择用刀，各种刀，甚至连剪刀都用上了。他究竟是有多大的怨恨才能狠下心做出这一切呢？作为一个凡人，我表示没办法理解，我也不想去理解。这种恶魔还是让他烂在监狱里的好。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对于这个变态的啃老宅男，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发表你的看法。跟往常一样，记得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做一个啃老族。爱你们，我们下期见。